break。觉得始终最好一个人，无需苦等也没有懂事。欢迎大家来到九龙乐善堂乐善万人行2012的活动现场。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活动步行大使洪卓立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Hello， 洪卓立你好。咦，我知道你今年都是第一次作为乐善堂万人行的步行大使，感受如何？很开心，因为其实可能之前都会有做一些比较慈善的事，可能开步礼或者跑步，但是今次呢，因为其实来的人都是很多都是学生，那个感觉很不同的。因为以前或者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可能比较上会做善事的朋友可能都是大一点的，但是今次就见到一班后生仔肯一起来去做这件事，我觉得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是没错，我都觉得非常之有意义啊。咁咧，我都知道咧，头先你喺活动嘅时候咧，都有提及过啦，话叫大家做多啲善事，都会靓仔靓女啲嘅。可唔可以喺呢一个平台咧，都同大家呼吁下，叫大家做多啲善事咧？我觉得系真嘅，相由心生就。我觉得只要大家做咗善事，个人善良啲咧，咁你就会靓仔靓女啲啦。咁同埋，我觉得最紧要都系帮到人咯。即系，既然大家有能力嘅，咁又可以有呢一个心嘅，我觉得尽量去唔好怕丑，去做多啲善事帮大家系。没错，我都非常认同，希望迟些可以在其他的慈善活动再见到大家。多谢洪卓立接受我们的访问。 Thank you。